以下由我们香港分公司王经理向大家说话。过去一年呆咖辛苦了，在未来一年，公司会全力支持呆咖，请呆咖踊跃提出你们未来一年需要多少妓院，公司必定全力给予你们所需要的妓院。王经理，我们工作不是为了妓院，如果公司体谅我们，不如折现加薪水吧，我不想回家跪玻璃。大家误会了王经理的粤语普通话，王经理的意思，公司认为过去一年大家辛苦了，公司为了支持大家会提供更多的资源，不是妓院，希望大家谅解。以下的对比将会读两次，第一次会读正常的速度，第二次较为缓慢，大家可以跟着一起读。大家辛苦，呆咖辛苦，大家辛苦，呆咖辛苦，私人，三角，三高，三角，三高，交代，集权，职权，骑马，强人，希望，失望，誓言。如果大家喜欢以上的影片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